陆公是白板玩家最值得拥有的队伍。陆公能烧司马谈甲盾，能打八皮的群攻，就是对战桃源盾，由于有极强的恢复能力，也不会很吃亏。也许你会说，陆公不满红，没有豪华的战法，都是垃圾队伍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你要这样想，那就可大错特错了。为什么我说肉攻是白板玩家最爱的队伍？就是因为肉攻输出稳定，容错率高，上下限都高。也不要以为肉攻必须是豪华战法，高配有高配的玩法，低配也有低配的玩法。那么今天的队伍是来自于加林野岛的肉攻队伍，他这个队伍陆逊两个红，太史慈和陈普几乎都是白板，对于普通玩家更具有代表性。先看看队伍的组成，主将陆逊战法。当风吹劫，兵无常势，兵书作战，旗阵相生，文涛直锐，副将太子慈战法，速成其力，折冲御武，兵书作战，胜而以强，武略胜战，副将陈普战法，府级居民锦凡军，兵书军行，无战而胜，守势刚柔。这支队伍的府级居民获取难度可能高一点，肉攻的核心就是突出一个字，肉。那么很明显，肉攻属于中速队伍。太史慈作为副 Z， 给主将提供折冲保护，既穷对方队伍，同时有步数的输出，兼顾保护控制输出。主将陆逊的输出从来不会让人失望，自带战法火烧连营，高发动率高伤害，无愧于版本之子。当风吹绝是一个神技，懂得都懂，兵无常势的输出和恢复极大的保护了主将。副将陈普一个白板的武将，也会让满红动弹不得。陈普虽然被削弱了，依旧是最强的辅助武将。现在有陈普的队伍，辅级居民、草船借箭几乎都是标配了。拥有这样战法的队伍都不会差。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配置齐全的战法。没有辅级居民和草船借箭，那该怎么办？陈普可以带御敌屏障、锦凡军，那么主将陆逊就必须带恢复战法了，比如鹰藤自守、刮骨疗毒等。太史慈带当风吹劫、折冲，所以肉攻容错率高，队伍搭配灵活多变。我相信各位玩家们一定会有更多优化的组合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期待大家的关注。